各位，大家好，又是我阿 N 同阿 Lam 啊。今日我会继续介绍任剑辉在1960年至1961年所主演过的粤语戏曲电影同埋时装片。凤笛云歌上集1960年代代扭文柴1960年李仙传1960年佛前花送状元归1960年琴挑误大结局1960年飞梦奇缘1960年飞龙太子劈石救银飞1960年扎脚范梨花挂碎坠子1960年孝感动天下集1960年三十年胭脂泪1960年文女卖相思1960年玉郎戏凤贺春宵1960年人头沈皇帝1960年人头告御状上集1960年琴挑误上集1960年锦罗记1960年教子逆君王1960年孝感动天上集1960年赴战何文秀1960年花登记1960年月下奇逢1960年红梅白雪贺新春1960年梨花一枝春带雨1960年西施1960年孝子闹天宫1960年天伦镜1960年云娘1960年西河会妻1960年再世奇缘1960年正德王牡丹亭戏凤1960年七彩金叶菊1960年凤笛云歌下集大结局1960年扎脚范梨花1960年神鹰飞天侠1960年金麒麟五福临门1960年可怜驸马可怜妻1960年折虎斩情夫1960年虎儿送米记1960年换巢乱凤1960年血掌夺亲儿1960年妻娇郎更娇1960年夫正妻空1961年金兰花大结局1961年无头正公教子闹金鸾1961年汉宫秋月1961年八尾沈状元1961年蛇头庙1961年红炉火1961年风尘侠女1961年金凤斩蛟龙1961年怪侠金丝猫1961年金兰花上集1961年傻侠勤王1961年昂姑爷1961年百鸟朝王1961年芙蓉帐暖度春宵1961年台桥姑爷1961年彩铃宴1961年双飞蝴蝶1961年无头女卖头寻夫1961年野龙怒碎金蛇塔1961年游龙情侠1961年汉宫英烈传1961年十年割肉养金龙1961年三宫六院斩胡飞1961年步步高升1961年花蝴蝶三戏飞天猫1961年侠女恩仇1961年还珠泪1961年万里烽烟寻妹喜1961年一命难填九命冤1961年一张白纸告亲夫1961年雷电相思救太子1961年富贵花开凤凰台1961年狄青1961年侯门怨1961年幻木宝山河1961年好。任剑辉主演过的电影实在太多了。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，喺下一集我将会讲述任剑辉喺1962年之后所主演过嘅电影，希望大家唔好错过，继续收睇。如果大家喜欢我哋呢条片，就请大家俾个 like 我啦。同时
请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，同埋记得揿埋个铃铃，咁我哋每次出片 ，YouTube 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哋。好，拜拜，我哋下一条片见。